大家早。今天非常的高兴啊，我们顾老师安排今天的活动，我们邀请了身边的斗士啊，张守德先生到学校来参与这一次的专题演讲。那另外呢，也非常高兴我们市议员高美玲高市议员啊，也特别到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。那是不是我们请在场的同学最热烈的掌声啊，来欢迎他们。他赠送两本书哈给学校，我想我会把这两本书放在我们图书馆。如果各位同学哈，你有兴趣的话，想要去更了解哈我们整个生命的意涵的话哈，我想这两本书是最好的一个可以给各位同学参考的一个读物了哈。我们也感谢这个张先生，我们请各位同学再一次的以掌声来感谢。